七六五四三二一，点火。起飞，七零两三十，动八分幺七秒，四五拐毫秒。七零两三十，动八分幺七秒，四五拐毫秒。酒泉程序转弯。程序转弯。酒泉光学跟踪正常。青山 USB 雷达跟踪正常，遥测信号正常。双城光学雷达跟踪正常。光学 USB 雷达跟踪正常，遥测信号正常，东风飞行正常。酒泉陶艺塔分离，陶艺塔分离。青山 USB 雷达跟踪正常，遥测信号正常。陶艺塔分离，大概是在120秒，就是、多少高度？35公里左右。光学雷达、跟踪正常。那应该是助推要分离。助推。酒泉助推器分离。助推器分离。酒泉一二级分离。一二级分离。这个时候过载有多大？这个时候大概在5G左右。它走的是一个曲线，就是我们整个上升过程当中最大的G值，现在大概就是5G。它走的这个风，东风光学 USB 雷达跟踪正常，遥测信号正常，东风飞行正常。晚上要抛整流罩。对，大概在3分20秒左右吧，差不多。渭南发现目标。抛整流罩。酒泉抛整流罩。双城抛整流罩。太原发现目标。对，因为它是晚上发射，所以从舷窗外看的外边还是黑的。对，我记得我那时候发射是上午9点。青山 USB 跟踪正常，遥测信号正常。双城光学雷达跟踪正常。现在的航天已经把这个手册又拿出来了。对对，马上下边的很多关键性的一些动作。渭南 USB 雷达跟踪正常，遥测信号正常。我们说载人航天是接力跑、太原雷达跟踪正常，遥测信号正常。